刺完钩织，应该做点什么？就结论与效果而言，当属这朵泡芙小花堪当佳选。一朵极简单、速成、可爱于一身的花朵，好似钩针入门的一块美丽敲门砖，带着我们渐渐了解钩针的无限梦幻与无所不能。下面，我们一起钩织泡芙小花。首先，环形起针，参照视频，绕线于左手上，左手拇指固定在交叉处。 下方线头要留足十厘米以上，便于收尾固定。接着，钩针在圈内锁一针固定，然后通过圈内带一个编织线圈，钩针绕线，退掉钩针上的两个线圈，一个短针完成。接着，钩针继续在圈内钩短针，一共需要钩十二个短针。 十二个短针钩织完成，找到开始线头，拉出中心多余部分，接着找引拔入针位置。 钩针圈出的是固定锁针，此处不入针，然后入针左边相邻针目。从穿入的针目逆时针数一圈针数，直至钩针上线圈下方对应的针目，一共能数出十二针。接着绕一个线圈，通过针目，然后通过上方线圈，这是引拔针第一圈结束，拉紧。 钩织时，由于开始线头没有固定，所以适时的收紧中心部分。接着钩第二圈，两个针目一个花瓣。首先锁三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下方通过刚刚引拔穿过的针目，带一个线圈上来。 带上来的线圈要拉至与右侧三锁针部分同高，接着绕线退出针杆上前两个线圈，操作时可用右手中指辅助固定，确保下松上紧。接着在这个针目重复钩织同样的操作。 一个针目共需要钩织四组针杆，上有五个线圈，然后在左边相邻针目再钩四组。向新的针目入针时，要仔细看清，防止遗漏针目。 两个针目共钩八组，针杆上有九个线圈，并且针杆下方部分蓬松均匀。接着绕线，可将左手拇指移至针杆下方轻捏固定，然后钩针带的这个线圈从九个线圈中通过。接着轻抬左手食指，然后锁四针，下方入针刚刚穿过的针目。 带一个线圈引拔，第一个花瓣完成。接着入针左侧相邻的针目，勾第二个花瓣。首先在这个针目引拔一针，接着锁三针，然后在引拔的针目勾四组线圈，接着在左旁相邻针目再勾四组。钩针上一共九个线圈，绕线通过所有线圈。 然后锁四针，入针下方穿过的针目引拔，第二个花瓣完成一个花瓣两个针目，所以前方距离上圈引拔处还有八个针目。接着勾下一个花瓣，首先在左旁针目引拔一针，然后照之前的规律，一个花瓣两个针目。 整圈六个花瓣钩织完成，钩好的花瓣参照视频的手法整理，将锁针向下拉拽，指腹在反面，让花瓣向正面突出。接着在花朵反面做线圈固定，钩针从线圈退出，入针第一个花瓣的针目，将线圈通过这个针目。 然后锁一针固定，接着修剪断线。首先收紧中心线头，结束线头要与中心线头齐长，然后从线圈处拉出断线，接着将两根线头同时穿入缝针，然后参照视频。 在花朵反面靠近中心处做收尾。 接着找到喜欢的颜色，在左手绕线留长线头，钩织花朵中心装饰。首先在圈内锁一针固定，接着锁三针，然后绕线在圈内钩织八组线圈，八组钩织完成，针上一共九个线圈。接着绕线一次通过九个线圈。 然后锁四针，在圈内引拔一针，再锁一针固定。接着拉出开始线头多余部分，收紧。然后将结束编织线修剪成与开始线头齐长。 拉出断线，两根线合并穿入缝针，花朵正面朝上，将中心装饰整理好，与花朵中心重合。接着，参照视频，将中心一端固定在花朵针目上。 然后从花朵反面过渡到另一端，照同样的方法固定。完成后，在反面打固定结，收线。这样，可爱的泡芙花就做好了。 使用前若有凌乱，参照视频手法打理即可。以上就是本期分享，感谢观看，后会有期。